无论身处何时，无论身处何处，人类对质量与品质的追求从未改变。30多年来，我们精准丈量所走路程的每一步，致力于技术创新、产品优化，以独立、专注、卓越的专业能力，为压力容器和大型游乐设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1988年创办了园林游乐机械厂，2004年1月由香港国会公司投资成立国会机械制造泰州有限公司。公司是一家以创新为驱动的特种设备生产企业，公司位于泰州国家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占地面积100余亩。国会机械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，专业的研发团队，高级技术作业人员，从起点做起，将心血灌注到每个零部件，打造高品质游乐设施产品。公司致力于设计制造压力容器和大型游乐设备，拥有大型游乐设施制造许可证、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。游乐设备类产品包括观览车类、滑行车类、自控飞机类、架空游览车类等类型，以其高质量、高性能、高效率、节能环保的卓越品质领先国内市场，并远销海外。高品质源于每一个精益求精的零件，公司秉持绿色、环保、安全之观念，优选健康材料，以严苛的安全技术指标进行设计，并极力关注使用者的舒适性和愉悦感。为推出最好的产品，公司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。在此基础上，产品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果，已拥有多项发明创造和实用新型专利。每一道精湛的工艺都源于科研人员默默的坚持，每一次品质的突破都源于技术人员严格的把关。我们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、精湛的工艺流程、优良的产品质量、真诚的售后服务，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市场接受度和可靠的信誉。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，设有理化实验室、焊接实验室、无损检测室、有限元分析室等多个专门科室。我们有先进的抛丸机设备，用于表面除锈，有各种切割、焊接、卷制成型、精工切削、起重等专业设备。公司现有职工400余人，其中技术工人170余人，各类中高级工程师、技师、硕士研究生等专家30余人。我们致力于科学、文明、规范化的管理体系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系统，让企业和个人互相成就，共同发展，将品质、安全和高效的管理理念彻底贯彻于生产中，全面提升员工素质，让员工在实践和锻炼中不断超越自我，在面对未来市场的挑战时能够从容应对。国会的每一名员工不仅是精工良将，更是追求完美品质的造梦人。客户的信赖一直是我们前进的最大动力，为客户创造效益，为企业赢得信誉，是我们时刻谨记的生存价值。本着开拓创新的精神，产品已进入全国数百家游乐园内，优秀的产品及良好的服务使国会品牌在客户群体中认可度极高。2015年，公司被认定为3A级信用企业。为多元化发展，同时也为传递更多的快乐，公司积极投身游乐园的建设，在全国各地已成功开发了多家大中型游乐园。由于公司一直积极参与部分游乐产品行业标准的制定，公司当选为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理事，
并称为中国游乐行业综合标准促进中心成员，为服务社会传递快乐，国汇公司将一如既往以真挚的诚做好自己的每一份工作。国汇机械，让我们的品质成就您的明天。